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2022年9月13日，皇马准备东窗兜售夏萨特。维马卡报、勾等多家西媒供职的记者人谋脑味儿报道，皇马高层对一登夏萨特非常失望。该记者宣誓透露，皇马的领导层对一登夏萨特非常失望，昨天的表现也让高层失望。随后记者在个人 YouTube 栏目上表示，皇马已经厌倦了伊登夏萨特考虑东窗为球员寻下家。伊登夏萨特现年31岁，2019年6月加盟皇马，至今代表球队出战70场，打进7球并送出11次助攻。感谢你收听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，感谢你的支持，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